开始参加台湾省摄影学院之后，每个月参与阅历赛。那么这个阅历赛哦，真的是每一个月哦都要去投稿，投你的作品。啊，投稿啊，到了月底，总积分哈，就是12个月的总积分，看谁拿到冠军。哦，啊，他这个也会发表在专刊上面。当时进去之后哈，也是被朋友邀请说，你既然参加了，你就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吧，哦，这样子一句话我就参加了。那一参加，我的第一张作品果然是日选了。我那个时候啊，我的心情哦，好高兴啊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的作品，会那个入选哦。那一张照片，现在看起来虽然不是最好的作品，但是以当时我的程度啊，那一张永远是一个很好的纪念。我的照相都有一个 idea， 你如果没有 idea 的东西哦，随便照，那个是好像没有灵魂的东西哦。一定要有我自己有一个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 idea 才存在哈，我才会按下那个快门。矿夫的背整个一个背上哦，都是汗水跟矿靴，它的汗水跟那个矿靴哈，用特写把它照下来。头部我没有照进去，当时很多人说，你这张怎么没有照头部？我说头部不需要嘛，我要的是它的背上的那个矿靴跟它的汗水。这个是最让我感动的东西。